大家好，我是 Mike Lin， 欢迎来到 Mike Lin Fitness。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呢意识到健身的好处呢，很多人开始加入到这个健身大军来当中来，很多人开始去健身房或者是办一些健身会员卡。但是还有很多人呢，因为种种原因呢，可能没有这个条件去健身房或者不方便去健身房，那么可能会选择在家里健身。我今天呢就这个问题，我讲一下如何在打造一个自己的家庭的健身房。OK， 我自己呢这是我的地下室。我有蛮多的设备，但是我就介绍一些我常用的比较设备，还是我比较喜欢的设备。如果你想打造自己的健身房的话 ，OK， 首先说一下在家健身的有些好处，就是说你不需要开车或者是到那个健身房里去，省掉了这个交通的时间。第二个的话，我个人觉得，不管是男生女生在家里准备一些健身设备还是非常有好处。那有一个好处很明显的就是，如果说你家里有那些设备，你看到了那些设备，你有的时候就想起去弄两下。这样就是给你一种动力，有的时候就像买衣服一样，你买了衣服你就想去穿。同样的道理，你买了一些器械之后，你就觉得想去动两下，今天动两下，明天动两下，你就不知不觉当中就开始健身了。OK， 那关于家庭怎么健身呢？首先说一下，家庭健身不一定需要健身设备。那我以前有很多健身视频都是徒手可以做的，其他一些书籍、有些视频也都是徒手就可以做的。如果说徒手也可以做，也可以有非常非常好的效果。特别是对于想减脂的话，但是如果你想长一些肌肉的话，那很多时候呢还是必须有一些重物的刺激。特别是如果你有一些身体的薄弱部位，平时一些动作徒手的动作如果刺激不到位的话，那么可能之后你会借助一些器械。那今天我就谈一下怎样打造你自己的健身房，一般都可以选哪些器械。 OK， 这是我一些个人的体会。那我觉得呢，打造一个家庭健身房几乎必备的两样器械呢，第一个是当然是 一套哑铃。 OK， 不管你选什么样的哑铃，一套哑铃呢还是必不可少，几乎是必不可少，因为可以做很多很多动作。我们最近拍的一个系列家庭哑铃健身视频系列，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动作都会用到哑铃。 OK， 我觉得如果说你只想投资一套健身设备的话，我建议你投资一套或者是一副哑铃。 OK， 然后关于哑铃呢，其实有很多种。这里呢是有套装的哑铃，然后呢也有一些可以调节的哑铃。OK， 这也是一种可以调节的。它的好处呢就是，有的时候你不知道选多少斤的重量，还有的时候随着你健身的不断的进步呢，你的这个体力也越来越好，需要不断的加重量。那这个呢就是有一个龙头，可以把一些铁片换起来换上去。那根据你的个体的情况，或者是你练腿或者是练手臂的时候用的重量也不一样，可以调节。那这样呢就是一套哑铃也可以有很多很多的用处。当然如果说你有这个资源，你有这个钱的话，你买这样一套，直接它的好处呢就是拿起来非常方便，你要多少重量就提起来就可以做。这个呢你有的时候需要换一下。 OK， 这是两种哑铃。当然男生的跟女生的哑铃的选择重量不一样，到时候呢我会慢慢讲解。第二种我觉得必不可少的呢就是一个板凳。在我们刚刚做的一套视频里面，你也看到了很多动作的话，如果有板凳来做的话，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花样，很多时候更加做得到位一点。关于板凳呢，其实我以前也买过很多板凳，有的人送过我一些板凳，后来我是买了这一个板凳。这个板凳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板凳，不知道国内有没有卖。但我的建议就是说，你如果要买的话，我建议还是投资比较好一点的这样一个板凳。因为你既然这个是这样的健身设备，一般是一次投资你都会用几十年、十几年、几十年的。 OK， 我儿子的话肯定是反正也会给他用。然后如果说你还有其他一些资金，你还想把你的自己的健身房建得比较好一点的话呢，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垫子也不错。我这个是一个橡胶的垫子，那很多时候呢就是防止你的重物掉下来砸到地面，把地面砸破了，或者你在家里健身，那楼下还不至于噪音太大。 OK， 这是一个垫子。当然你如果有资金的话，可以投资一些杠铃也不错。但是哑铃跟杠铃有的时候互相替代，但是杠铃一个好处呢就是说可以双手同时可以用的重量比较大一点，而且呢稳固性比较好一点。 OK， 这是哑铃跟杠铃的区别。当然杠铃的话也分好多种，有直杠有弯杠，这个呢我们以后可以慢慢讲解。当然这是如果你有资金的话。然后很多女生的话喜欢在家里做一些动作呢，可能一些瑜伽呀、拉伸啊，你们可能会用到一些瑜伽垫，或者呢你可以买一种隔垫，那么这个可以在家里可以
有的时候特别是像这些哑铃飞鸟啊或者有些动作的话可以有些用处，当然你自己如果家里地方不够的话呢可能你就必须慎重因为这是我的地下室，我家里地方还可以 OK。 所以今天就谈到这里，我觉得必不如果男生女生的话必不可少的一些健身设备的是一套哑铃或者是一副可调节的哑铃，如果有资金的话买一个板凳比较结实一点的板凳，其他的一些器械包括什么瑜伽垫啊一些杠铃的话你可以慢慢添，根据你家里的情况当然你如果家里请条件足够好或者地方足够大的话你可以像我一样弄这样一套这个叫做 Power Rack OK Power Rack， 这里面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东西，几乎健身房能做的这个东西基本能做。好的，谢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